我睇下有冇碎羊皮。哇！真系果然本本都有碎羊皮喎，咩嚟噶？块块都好似差唔多咁嘅。 相宜喺度好啦，佢人又细心，又好心机，一定有耐性啫。唉，费事同佢搏斗啊！唔知赵大哥派人去山西到咗未啊？都系俾九兰师傅捉咗去，一定担心死相宜。 相宜，相宜，你知唔知小宝哥挂住你嘅啫？小慧子啊，朕真系只有喺你身边先至可以觉得无拘无束嘅啫。不过可惜啊，你又唔陪得我几耐。皇上，你又有差事要我办啊？朕要你做赐婚时护送公主去云。 建宁实会百般折磨老子嘅，皇上啊，我想留低服侍你啊。朕何尝唔系啊？不过建宁开到口，咪顺下佢意咯。四女爆啊，林家都冇好嘢益我嘅。除此之外，朕仲有一件事要你帮我办。太后同我讲啊，嗰只老虔婆假扮太后系为咗查我哋大清龙脉所在，然后加以破坏。 好在太后佢临死唔讲，咁先保得住呢个秘密，亦都因为咁样，佢先可以保住性命啫。小贤子，你喺我面前做咩秘密啦？我秘密仲多过你啊！原来大清龙脉嘅秘密就系藏喺八部42章经里边。点知系龙脉啊？仲有宝藏添。咁点都谂唔到。当年摄政王入关之后，将经书分赐咗俾八旗旗主，而正王旗嘅经书。 父皇一直保管喺身边，我已经将本经书化成42章法师经送咗俾桑杰啦。你唔明啊？42章经共分八部，其中正王旗嘅父皇已命你带翻嚟俾我。至于双白旗嘅父皇已经赐咗俾端敬皇后。哦，老乾婆杀死咗端敬皇后。 即系话嗰本喺佢手入边啦。敖拜佢系双黄旗旗主，当日你去抄佢家嘅时候揾到嗰两本，其中一本系双黄旗，另外仲有一本系正白旗嘅，我谂亦都落咗喺个老乾婆手中。你错啦，小贤子，我三部经书喺我度就得啦。嗱，嗯，老乾婆有三部经书，唔止。 因为佢派过御前侍卫副总管隧道揾过双红旗旗主和察博，我谂本经书都落埋喺个老乾婆手中。至于隧道可以无辜失踪，我谂已经俾个老乾婆杀咗未头。哇，皇上真系料事又如神啦！啊，好嘢好嘢好嘢！至于另外嗰三本，康亲王系正红旗旗主，朕已经命佢将经书上缴。 老康嗰本就神足喺我度啦，佢呢位有难啊，睇下。但最可恶嘅系双蓝旗旗主恶石黑虾，朕命佢将经书上缴，佢竟然同朕讲话佢从来都冇见过，仲话可能系上代旗主，即系佢父亲，已经为失踪，简直岂有此理！朕已经将佢锁咗入天牢，严加拷问。小贤子，咁何苦呢？你嗰本都喺我度啊！ 但系最奇怪嘅系，你带翻嚟嗰本正黄旗，朕一路都将佢摆喺尚书房，何以突然间会不翼而飞？能够喺尚书房自出自入，又够胆将书擅自攞走嘅，就只有建宁一个。咁皇上可以迟啲问下公主买水落食出啦。咁啊，至于最尾一嚿咧，应该系吴三桂。上一代嘅正蓝旗旗主，当年喺云南阵亡。 一切嘅后事都系由吴三桂料理。哦，咁即系话嗰本嘢都俾埋吴三桂揽埋啦。所以你今次去云南
朕要你順道查一查經書嘅消息。你放心，皇上，我一定將佢揾翻嚟俾你嘅。要知道大清龍脈嘅所在，就一定要集齊八部四十二章經。倘若朕能夠得到其中嘅兩部，再燒咗佢哋，以後就唔會有人知道大清龍脈嘅所在地。不過朕今次最擔心嘅係你啊，小鬼子。我查過嗰個大玉團所著衣物嘅質料，原來係產自錦州一帶。錦州就係昔日吳三桂所管轄嘅地方。倘若嗰個大玉團同埋個老鉛婆真係吳三桂派嚟嘅話，你今次去雲南就會好危險。咁咪仲好，我將佢全部捉曬翻嚟，等皇上將佢千刀萬割咁咪得咯。邊有咁好彩啊？我睇佢哋翻咗神龍島又知。如果係咁就弊啦。你不學武術，字都唔識得個，但偏偏又立咗咁多大功，朕真係唔知仲可以封啲咩官俾你做。我升唔升官唔緊要啊，皇上，只緊要咧，自一生一世喺皇上身邊服侍你啊！真心説話，半真半假。哼，你阿爺啊真。喂，大人。喂，張大人，你揾我有事啊？係啊係啊，康親王問你有冇空喎。有嗱，康親王一直喺侍衛房嗰棟等緊偉大人你啊！無事不登小寶殿，唔通係為咗經書嘅事？哎，我嘅偉兄弟，你人見唔單止心掛掛，成個人啊周身唔自在添啊！你掛住本經書就話，哎，王爺你要見我，咪派人嚟叫我去咪得咯，自己人啊嘛。大家自己人，有説話真係唔怕同你講。偉兄弟，今次兄弟我大禍臨頭啊！點會啊？你係皇親國戚嚟嘅喎，有得皇上嘅重用，有正紅旗嘅旗主，有禍都臨到你頭上啊！偉兄弟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早年先帝曾賜下每旗旗主一部四十二章經，估唔到事隔多年，皇上今早突然叫我遞上本經書喎。一部爛鬼經書俾翻佢啦！哎呀，弊在我唔見咗咧。嚇！先王之物你都可以唔見啊！哎呀，我都知啊，大大不敬噶啦。聽講啊，雙環旗旗主就因為咁打入天牢，嚴刑拷問啊！偉兄弟，你今次真係要救下我至得啦！哇！原來本經書咁重要㗎！啊，當日我抄《鵝拜家》嗰陣時，抄過兩本。如果我知道你唔見，早知留翻本俾你啦。系啦，不如咁啊，我同皇上講話，我借咗嚟睇，咁啊睇下睇下，唔知點樣唔知點樣整唔見咗咪得咯。誒，好好，不過唔得，係人都知道韋小寶盲子都唔識多個，講都冇人信，冇人信。唉，如果韋兄弟想救小王嘅，真係難以啟齒。我諗你如果咧喺。唉，大家兄弟有咩难以启齿咧？只要唔系对皇上不利嘅，俾埋呢个嘢你又点话咧？真系系咯系咯系咯，大家都兄弟啊！我讲啊，我想韦兄弟咧喺宫中帮我偷部经书。哇，你都算读啦，咁你都噏得出啊？不过你放心，我唔会据为己有噶，我已经召集咗几十名巧手嘅工匠，连夜仿造一本。做好咗之後咧，只要偉兄弟將本原書放翻上書房就得啦。可以一模一樣咩？誒，絕對有辦法。咁好啦，既然係咁，我即管試下偷啦。你喺府中等我好消息啦。嘿，咁偉兄弟，嗱，我開定賭局，準備好酒等你啊。好，嗯，大兄弟，實冇閉翳嘅。老康嗰本係正紅旗。即係話唔可以俾呢本佢啦，俾咗做乜嘢話我偷噶？哇，爭啲唔記得咗啊！皇上知道經書嘅秘密，就自然會知道羊皮嘅事啦。臨急臨忙俾個御膳房攞咗塊豬皮，差唔多啫。都幾次啊？得唔得？要畫多個寶箱。如果唔係啊，唔似藏寶圖啊。
你有羊皮，我都有豬皮啊！老康，我對你都唔差噶。王爺，係咪偉大人到咗？唔係啊，王爺，係索大人嚟咗啊！佢嚟做乜嘢啊？唉，話我冇精神唔見啊！王爺，王爺，班工匠已經預備好啦。偉大人嗰本經書幾時到咧？再遲怕趕滯唔切咯。咁大件事，點解唔揾啲兄弟商量下？你點會？我一心嚟問下王爺嘅，但係點知啊？翻出去先。係。今朝早我見到皇上向王爺你問及經書嘅事，王爺你就面有難色，咁我就心知不妙。王爺，你係咪打算叫偉大人入宮幫手偷經書？唔係偷，係借俾工匠仿造一本。之後就由偉大人交翻入宮噶啦。咁倉促之間，啲工匠又點可以模仿到一本一模一樣又毫無破綻嘅經書？點唔可以啫？我明白，王爺一定係想將本真經書調包，假嗰本咧就交翻俾偉大人放回原處，而真嗰本咧王爺就獻俾皇上，係咪？咁嘅辦法固然係好啊，但係好容易陷偉兄弟於險地噶。冇办法啦，性命攸关，你我相交多年，你都唔想睇住我全家抄斩噶。咁又系，但系万一连你到伟兄弟要问斩咧？王爷，王爷，伟大人嚟咗啦！啊，有请有请。王爷，哎，索大人喺度啊！伟兄弟，攞唔攞到本经书？天命如此，都冇办法啦。王爷，我实在为你担心，你点可能喺一时三刻之内仿制得到啦？吓，伟兄弟，你攞到本经书啦？呢本虽然唔系正红旗，但系呢本四十二将军除咗封度颜色唔同之外，其他应该一样嘅啫。你嘅意思系？皇上咁英明，我怕一睇就睇穿你仿造嗰本系假嘢。所以咯，你不如攞呢本經書翻去，叫你工匠換個封皮，萬大事大吉噶啦。但係宮中失書嘅事，一旦查究起上嚟，會連累你噶。你放心啦，我偷經書嗰時冇人睇到，應該唔係好大問題嘅啫。哎呀，偉兄弟，你真係再生父母。哎，日麗，哎，同偉大人斟茶，戲班咧要唱偉大人最中嘅十八魔，仲有啊，賭局開定未啊？嚇，哎呀，快快脆脆啦！Hello， 北美嘅朋友仔，快啲 follow 北美 TVB USA 官方频道啦 ！TVB 精彩节目片段每日更新，随时随地追贴节目同埋艺人嘅消息。